위스 大家好，我系 Hesitation is Pitch 又二，就系白白。咁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我都用学院最强英雄啊，下一只最有可能出嘅限定英雄。咁其实咧就唔系我自己猜测，亦都唔系有啲咩人俾啲咩内幕消息我嘅，而只不过咧，其实应该都唔少玩家留意到噶啦。就系当你玩劲技场嘅时候咧，碌下碌下咧，突然间发觉一个人系啦，见唔见到就系佢，咁系见佢唔到嘅，揿佢唔到嘅，就呢个嘅英雄杀手史坦恩。 咁一开头我以为咧，因为之前一路都系出嘅都系好人嘅角色啦，即系英雄嘅角色啦。咁之前喺巴哈度见到一张图，就系话仲会出呢个嘅礼物麦克风啦，即系好嘈嗰个老师啦，即系阿上泽个 friend 庞术，又或者会出呢个嘅有 Endeavor 嘅，即系呢个嘅 Number Two Hero 阿君昭栋嘅老豆。咁我谂住应该会出啲英雄人物先嘅，点知咧，诶，原来下一只咧。 佢既然摆咗喺度嘅话咧，我谂应该有70% 都系出佢噶啦。咁即将迎来我哋第一个嘅敌人角色，亦都系我好中意嘅英雄杀手。咁大家到时应该八百万呢个限定抽之后咧，就抽到佢噶啦。咁我哋可以尽情期待一下。咁难得咧，咁啱强力挑战咧，就系对呢个嘅污点，即系英雄杀手史坦恩啦。咁佢亦做呢个嘅污点，咁佢就不妨攞奥利麦特去俾佢。 打翻几锤，即管睇下呢个嘅英雄杀手有啲咩技能啦。不过戴翻头盔先，因为喺呢个嘅游戏敌人角色嘅技能咧，同埋我哋真系玩到佢英雄嘅技能咧，就应该点都会有啲出入。咁所以即管俾大家望下抄下嘅啫。咁我睇下呢个英雄杀手点样攞把刀去 pat 呢个嘅奥利麦特啦。咁喺漫画入边或者喺动画入边啊，英雄杀手嘅歌声啊，就系好似阿杜我即系阿学生妹一样咧。 都系中意舐人啲血嘅，咁都系变态佬嚟嘅。咁好彩佢哋个世界观好似冇咁容易有艾滋病人，好乜都好嘅啫。如果咁样舐法都其实都唔系办法。Anyway， 佢舐完血之后咧，英雄杀手嘅个性就可能会敌人停止行动嘅，喐都喐唔到嘅。咁喺动画入边，虽然俾佢舐过嘅人就系一啲学生同一啲比较废嘅职业英雄啦，唔知对一啲舐啲更加劲嘅敌人会唔会舐得兴起，会令到敌人都会停好耐啦。 不过 anyway 喺游戏世界入边，我唔知佢点样设计啦。咁可能如果系真系斩中敌人某几下，可能10下8下到嘅时候咧，可令个敌人完全停止行动的话咧，咁佢喺 PVP 上面应该就非常之强劲啦。咁唔知大家中唔中意英雄杀手呢个角色啦？咁我自己觉得佢揸剑美人咧已经令到 PK 噶啦，因为由细到大都中意啲揸武士刀嘅人。好，而家啱好喺游戏画面上面咧，阿 Stain 咧即将出佢嘅大招啦。 咁充满上面红包之后咧，就见到喐都喐唔到，然后劈到好多下。咁我相信咧，呢一招应该系佢嘅奥义技能嚟嘅，应该系奥义技能嚟嘅。所以呢啲咁型嘅招，应该喺平时可以见到嘅几率就比较低啲啦。咁见到佢都有几下嘅特进斩啦，虽然就唔系好似老师咁样第一形态直接瞬身去敌人身边，或者碌谷咁样好快咁踢喺身边。所以佢个位移技能咧，虽然系有嘅，咁但系可能喺 PVP 上面就唔系真系咁实用都未定啦，因为我好似有玩过奥米，喺PVP都知啦，佢嘅瞬移，最激技能啦，其实速度有啲慢，如果真系对高手的话咧，好容易就切走换走，好难打中。咁我哋就一齐期待一下英雄杀手嘅到来啦。咁规矩照旧，当呢只鹰一出嘅时候咧，就同大家评测噶啦。咁中意嗰条片嘅，记得帮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咁之后出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睇到啦。好，多谢大家收睇。